喂，田牛，大家晚，大家好，今日是2022年7月7日，礼拜四吼。啊，今日来讲补充两个话题啦吼，一个就是即个武汉的包机啊出包的问题吼，啊，佮后续讲要有几百人，甚至啊各地咧封城，啊要安怎来做吼？啊，当然啦，啊，蔡英文讲即个第一个时间感谢中国的帮战吼。但苏贞昌即摆发言讲，即个出包的代志，伊讲下不为例啦，吼，安尼敢有妥当？啊，另外国民党吼，为着即个徐正文啊，吼，啊出包的代志，讲伊发言不当啊，要甲停权啊，吼，啊有人佫甲赞讲，啊即个啊咪讲七人小组吼，国民党遮新的遮个什么党主席的即个代理的林荣德啦，吼，甲曾焕忠等等遮七个人讲。哦，爱落台是一只只对安咯吼，啊，即敢有通啦吼？啊，第二个就是讲吼，啊，咱进前咧检讨已经发现讲吼，遮一寡小党拢是李登辉咧出手嘛吼，啊咧疏远地弊，啊最主要就是要来阻挡即个阿扁啊吼，来东山再起嘛好，也是讲吼来为人民来发声吼，啊即个当然。李登辉，我捌讲过，即个人阿拜是台湾人的罪人啦吼。啊，当然有人讲民主之父啦，但是看人安怎讲啦吼。啊，我认为包括苏明去用梳头即吼，拢真可惜啦吼。啊，台湾历史互因有一个要上百岁的即个空间吼，结果完全不杂不保吼，真可惜啦吼。啊，我想第一个话题就讲二月七日即武汉的专机吼。啊，本来是讲啊，即个爱有三个条件嘛吼。第一讲啊，短期去啊出差的人吼，爱互因转来。啊，第二就是有慢性病啊，长期用药即吼，若无药啊是啊紧急爱互伊转来。第三就是老弱妇孺吼，当然袂使中标的人啦吼，袂使讲确诊病例。结果你来中国吼，听讲已经互遮个夹带一寡吼，遮个家属甚至青少年遮啦吼。啊，中国籍的超过50几个啦，哦，当然这是出包嘛，这就是照讲正常的国家吼。第一，你无爱换包机，你无爱转机，无爱派，啊，你人来时啊，我爱两方面啊，爱有一个签证嘛，吼、哦，啊，就是名单爱确认，你才能上机，才能互你入境嘛。结果即摆入来啊，无去查咧，无去查名单，我感觉这就是国安漏洞啊，吼、哦。啊，到时人若咧创一挂有诶无诶，哦，甚至哦，什么一挂哦，什么代言病症诶，一挂杀伤力足强诶病症入来时啊，啊，你要安怎？所以讲，即问题就大吼。啊，问题就讲，出洋门足奇怪诶，不时拢咧出包啦。哦，你想迄个宜兰迄个孙老诶即个油罐车啊，哦，安尼。叫转移时啊，伊讲什么油罐车起火，所以摔下桥下，啊，结果是叫转移的，啊，所以第一时间，结果佫推予这个徐国勇，啊，徐国勇佫讲哩，讲啊，歹势安怎讲唔对的，啊，这就是出洋门代志啊，因为出洋门出包太侪届咧，啊，拢唔捌干回事的哦，啊，拢叫别人代打，叫别人下责任嘛。啊，即卖即个出包的话，讲实在，你出门冇责任啊，无你无使，无需要第一时间就去感谢中国啊。你莫讲任务完成啊，甲你报告了，哦，你才来讲啊，多谢，袂使，都足要紧，就要甲中国多谢，即个拉台咩，笑死人嘛。啊，苏贞昌啊，讲有魄力，魄力是倒位？出即个问题时啊，你的事啊有解决无？你的国家的体制有？国安机制哦，那李大为要你谋杀哦，当然李大为是出外门代志啦。但你苏贞昌讲偌有魄力，结果啦出包讲下不为例啦。啊，大概阿摆拢因人而异啊，别人若出错拢哦，算讲若唔是独派，唔是本土派，拢下不为例。啊，若独派、本土派，拢抬去抬，来去顶。哎呀，下丢，丢就丢，唔丢就唔丢嘛，唔丢你看要处分啊，下不为例哦。啊，国民党对这徐正文啊，当然你看，人讲哦，
知过必改哈，善莫大焉呐哈，啊这成语卖差别啦，都最主要讲，咱有承认错误啦，啊啊有的人，民进党也是讲一寡另言的演讲嘴，佮只啊讲哦，哇，迄七个吼，买辞职下台，嗯，啊人都甲这徐正文主事者讲，拢伊去浅浅处理的，啊，啊人都甲处分啊。啊！等到你民进党嘞，你的陆委会嘞，你的行政机构嘞，你的卫福部嘞，卫福部的陈时中踮遐咧流目屎，是啊，足袂见笑的。啊！伊就是知影伊出包啊，所以流目屎。啊，有个人讲好，伊足辛苦的啦，吼、哦，所以讲吼，安尼咧无名无职啦，啊，所以搁着流目屎啦，吼、哦，啊，比较中国拢无血无目屎，袂使安尼比啦，哈、啊！出问题，伊是家己咧。担忧，吼，伊就用家己的目屎咧掩饰伊的过错，你知无？袂使咧，你简直嘛，你简历都爱完备啊，无伊就是你都爱做一个必要隔离，也是讲必要的措施啊。他妈有确诊病例入来遮，搁隔离，哦，所以这当然啦，事后诸葛亮嘛好啦，但是问题人即摆爱好好检讨，对就对，唔对就唔对嘛。啊，咱国民党最起码人会处分嘛。啊，你民进党咧，大概出包的出问题，比如赵凤金的丁克华出问题，走去高铁啊，金融走去交通的高铁做独立董事，啊，尹某则偷偷改升做华银的总经理啊。啊，这就是表面上讲要甲处分、甲调走，结果啊，啊，尹某嘛升起来。哦，啊，郭芳丽一立一休的，啊，出包，啊，秘去对公务员培训，诶，这个总务主任委员，靠伊啊，都根本都无降级，煞咧，佫升薪水咧，所以足济传闻诶，这个咧，大概嘛内己不避亲，三等亲嘛，规个拢伊的同学、伊的学生、伊的朋友、伊的有诶无诶亲戚五杂，规个拢安尼飞黄腾达，人阿扁也敢袂安尼，啊。所以讲哦，啊，这款的，卖搁点遮迄个，国民党最起码支持政府用嘛，人会去处分嘛，啊，无你民进党你嘛爱处分一个，敢有看到？不但无搁升官，你想孙立民哦，参谋总长死啊，结果升什么人？黄树光啊，我到即阵拢无时间讲啊，黄树光啥？宋楚瑜的人啊，黄珊珊恁阿兄，结果黄珊珊你看。派去柯文哲遐做副局长啦，啊，啊，这是不是甲你双方面有通诶？咱台湾人爱注意，就讲哦，伊甲伊有关的，伊会甲因阿兄升做参谋总长。你看拄上任就甲因阿兄升做海军总司令诶，啊，出包问题不但拢无处分出来，即摆阁升官参谋总长，啊，哎、啊，当初讲国建国造时啊。你知影是迄个拉华一见，迄、那个郭啊、哦、郭什么迄个吼，即摆袂记啊吼，郭喜对吧吼、哦？啊个一个啊、一个拉华一见的一个郭什么袂记啊？哦，反正啊，伊个只同级的黄树光甲因阿兄，就叫黄春光啊，都差一斤尔，再差一啊、等于差一年，差一届。哦，海军来几十届，哦，反正拢是学长学弟安尼。结果五个佫创一个什么顾问公司啊，编六亿咧，互因啊去做这国建国造啦。啊，毋是佫用人民纳税钱，啊，迄有法度做什么国建无？你咧建三百外都捅一个无伊啊，敢有处分？无处分，煞佫升官啦。啊，这毋是啊。知人你就真趣味啦吼，好啦，啊，即摆来看讲，既然台派都拢去予李登辉串门吼，整个安尼疏远电兵吼，超工去希洛队啊，郭碧鸿就李登辉的人嘛，苏正峰嘛是李登辉的人嘛，甚至苏正峰甲安沙君的魏耀前，两千国十四年五月就成立一个甲午变天，就是摕马英九的钱啊，啊。来独立行才乱的嘛，哦，所以希洛岛内底即摆已经足明显了嘛，遮人拢是李登辉渗透入去，所以我讲是马诶、欸、
后日哦，要演一个什么太原建立的五十周年的纪念的这个活动时啊，包括一边一国行动党的杨启文的北艺大伊的毕业的学生嘛来做表演啊，甚至一边一国行动党第三名朱孟亚，即摆我当初我讲哦，主意讲是安怎伊。一边一国行动党做本区时，用李登辉民主协会的秘书的名分来发表文章，安尼敢袂惊奇怪？结果真正，伊即摆发表是李登辉民主协会的顾问啊。所以即摆讲，我一网络看来讲，一顶年的八月啊，李登辉。民主协会有举办两个工作啊，一个就是朱牧样啊，朱孟样啊，哦，啊，一个就是陈正德，英语叫 Jimmy Chun 啊。啊，原来这 Jimmy Chun 这两个不单是李登辉的人，煞是反变的人。另外，这陈正德 Jimmy Chun 就是做希洛岛咧办这冬奥证明的执行委员啊。就李登辉人派入去喜乐岛店遐咧收礼品啊！我即摆阁讲话啦，我是边联会成立时啊，我拢准备要求边联会来发动讲哦，爱成立政党来拆破蔡英文、金明龙，来互未来啊边啊即个平反边啊中间呐、啊，来取得一个正当性诶啦。结果边联会拢对我不睬不理咧，哦，一日干事时。拢无要讨论啦，哦，啊，当然啦、啊，因为阮咧李干事咧讨论时啊，内底一个秘书长，一边诶，毕连辉秘书长苏宏明，就是张灿凤的人啊，啊，张灿凤嘛是李登辉民主协台南市的理事长啊，哦，毋知常务理事啊，理事长啊，啊，就是李登辉的人嘛，所以我甲回想1989年，尤其1991年时啊。郭伯宏回来时啊，就是甲李应元、张灿宏这几个人，和这个林秋万都魏耀前因某、因前某安排回来嘛。当然，还有一个王康禄，王康禄就超死嘛，过一年就超死啊。所以这三个是马子的嘛，啊，这三个马子，马子担任市长，张灿宏做市长时，张灿宏诶，郭伯宏就做宏生制造局啊，标到海岸地下道出现弊端嘛。所以一个80,000,000的人本来去予起诉啊，结果尾啊郭伯宏无代志，无代志啥无代志，一定是李登辉家拍鼓逼鼓的嘛。所以尾啊，因家人包括彭百显拢走去李登辉民主协会去啊，啊表示李登辉家拍鼓的。啊，因家搁自喜乐岛要做副总统，啊要做党，啊这都叫伊来。拜访阿扁啊，总统哦，啊，然后才讲哦，啊，要合歪合，结果讲歪合，歪合了，佫骂阿扁啊，讲歪合，即种袂见事啊嘛，就是李登辉创的嘛。所以我讲，种种的王彦金会出现是这个李奇洲，伊要成立一个扶额会的发起人第二名，迄名都我摕到啊。所以我唔想，这有问题。啊，第二届是顶年。赖清德讲要初选时，王彦金佫代表李登辉来徛台赞声。我讲，我王彦金倒来，尾仔佮选了一翻两瞪眼。原来因遮个人，因遮个李登辉佮蔡英文个人，遮柯建铭啦、啊、黄崇彦啦、啊、阮昭雄啦、啊，遮拢宴请各党各派都前八名遮啦。除了一边一个行动以外，遮的媒体人啦、啊，哦，前八名，什么王浅秋啦、虞美人啦、陈林光啦、哦、张其凯啦，等等的遮，各个媒体、各哪里的等等的遮的媒体人，甲各党的发言人啊，拢聚在一起庆功宴啦、啊，就表示啥？表示打压台独有功嘛。啊，第二号人物嘛是王彦金，代表李登辉来参加庆功宴，就是伊嘛算主导的人啊。哎，答案不出来吗？所以我讲，比咧一边一国去予李登辉的人渗透入来，
加这个不分区内底就占两个啊，吼、哦，就是杨启文甲张子甲朱梦燕嘛，这拢排第三名、第四名，吼、哦，啊，莫怪一边一国行动党伊个不分区吼、哦，会去用安尼去用模糊化的，无法度讲正讲讲找着，哦，互人民足认同的人选出来啦，吼、哦，啊，包括咧。伊只碧莲会吼，我虽然讲吼，人讲迄个离开即个团体吼不出人，但是我无承认我离开阿扁们啦吼，因为碧莲会确实无作为嘛。苏鸿明就是李登辉、张灿宏的人啊，啊所以来遮时做一个秘书长，也无真正有一个讲要规划什么活动，有什么款的进展，有什么款的扩张，有款宣传。拢无啊，文章写比较少啦，啊，这个人就来遮，咪说咧干死个人尔。所以即摆话人讲一事无成，啊，佫无要检讨，啊，啊，佫搞我骗想讲，哦，讲我也无爱除红除，自我除名，我好啊，我讲除名啊，对不对？我无遐侪钱，他奉献啊，啊，恁家看钱，啊，恁有钱佫摕去对开倒位啊，敢真正有替？一边一个行动党，还是对碧莲会有什么贡献？无啊，那要成立时就讲爱全国来联署准备哦，2058年到20年，无哦，结果去台南甲红沙军店要配合，啊，复复的不了了之，啊，结果咱叫伊讲爱组织，啊嘛无，结果啊，人愈来愈少，啊，阁怪是讲，咱阁提供讲，是毋是爱2058赢的策略？要安怎来从边缘边缘中间，搁边境安尼，让人民了解讲阿扁对台湾贡献啦，拢无啊，拢无提出来啊，啊，这有什么作为啊？所以我讲，应该检讨啊，不但要检讨，内底的人也要检讨啊。他有讲为着要救扁，吼、哦，骂小英的人尔，啊，就讲骗笑，遐拢一挂民进党的人，啊，无就出来挺出来门的人啊，啊，表面上做你干事，结果钱啊。你若无进出来门咧，也是讲出来门歹话尔，啊，就甲你骂甲一堆惨，袂输要甲逼走人款啊！啊，这人拢有问题啊！所以我讲吼、哦，好好检讨，好好看要解散啊，要重整。辩论会若无要解散啊，无要重整吼、哦，我讲各地家己另起炉灶啦。所以，我后礼拜四我准备是哦。旧的主农场的附近一个农场啊，来做一个聚会啦。哦，由我汤科理事长哦代表邀请各地的遮的爱台湾的人士哦，挺扁的人士，我讲救扁才能救台湾，这是我十几年来的这个宗旨啦。哦，因为最近我一十多年来，一全国各地咧走哦，看到代志哦，啊，已经差不多知影讲。到底台湾出什么问题啊？啊，所以就是要甲大家报告讲，一边一国行动党是安怎才参败？啊，要安怎检讨？啊，检讨了，由各地吼，莫安尼南北奔波啦，家己就地去组织吼，来予各地人民知影讲吼，咱台湾发生什么代志，咱台湾未来要安怎行？吼，由各地来。组织类似一个吼，类似一个迄个哦，自卫队嘛好啦，其实毋是自卫队啦，就讲互相取暖的部队啦，互相慢慢来了解讲台湾情势是啊啦，咱爱兼顾民主哦，爱恢复民主化，啊，即摆毋是民主，所以咱就爱呼吁有人民来顾民主，边缘边缘中间，互人民知影发生什么代志，然后。咱有法度好好整合起来，是各地才阁串联全国性，吼、哦！未来咱这个办一个全国的联署啊，全国的宣传，全国的活动，安尼唔只袂去浪费这资源，哦！所以我是用希望安尼各地辩论会这人马重组，就是讲我摊苦来出面，是高雄、台南这地区、屏东地区，希望以前参加辩论会的人。参加一边一国行动党的人，甚至有要关心台湾正港、台湾民主的人，
共同来参与吼，安尼是咱未来才有守护台湾的机会啦吼。啊，无即摆去互遮物价吼，台湾真正凄惨落魄。好啦，今日讲到遮，晚安。